刚刚看这题哦，他说 FS 为三次多项式，他会把三次全强，好不好？这句话最重要。喂，题目说什么？他说这个 FS 有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他说 F1会等 F0会等 F1都等于几？二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 FS 被 a 加一除会引起二。 被 a k 除也会于2，被 a k 减一除也会于2，代表 f s 被这3个除都已经2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可以根据这个现象，我直接去假设，设谁？被除是事情 f s， 我直接假设被除是事情 f s， 被这3个除哪3个 a k s。 a k 加一 ，a k 减一除，除下去得到一个34，加上余是余几2，所以说这时候是可以写成被除4等于除4乘上34加上余是余几2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这时候要把 f s 算出来很简单，我只要想办法把这个算出来是就好了。但是题目讲得很清楚，他说 f s 是几次了？3次。 所以说，老师问你，这3个相乘是不是也3次了？可见这个式子可以再有 a x 啊，它再有 a x 乘起来变几次？4次，合理吗？不行。所以说，基本上这个式子只是一个什么常数项？老师去把它假设是 a 行不行？老师为什么是 a？ 因为你要知道它已经3次了，对吧？哦，不然它可能是 2a 三方或 3a 三方或 4a 三方。 同样是3次，你确定领导系数是几吗？不晓得，所以说我去假设这时候领导系数是几 a， 所以说老师可以得到 f s 怎么写？它可以写成 a 倍的 a x 乘上 a 加1乘上 a 几1再加几2，是出来了。好，按照题目意思，题目说多少 f 2等于几？20，懂吗？所以说这时候 a x 用起来2代进去。 二加一三，二减一，一乘三乘二六，a 乘6，6a 加2会等于几？20，所以说6a 会等于几？18 ，a 是几？3，所以写出来 fs 是几 ？a 是几？3倍多少 ？a k s 乘上 a 加1乘上 a 加减一，再加几？2，是出来了。之后麻烦你。 把这2个先相乘，好吧？因为题目要求 f s 要把它爆开嘛，所以爆开时我先把这2相乘，行不行？这2相乘时是 a 加 b a 减 b， 乘起来是几 ？a 平方减几 ？b 平方。所以说再把3 a 可以乘进去，变成 sin 3方减掉 sin 10再加2，这就答案了。这样各位，哎呦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